首对自己的鼓励，那也是对朋友们的感谢的歌嘛。嗯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曾慧君老师为我们讲评。好 ，OK， 那个雅兰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初赛的时候选什么歌？同手同脚，温岚的。好 ，OK， 所以就是后来换了歌。欸，因为我觉得在选曲上面可能需要再斟酌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不适合你的音域，因为在清风他的声音是比较属于 alto 的音色，就是比较 counter 的部分，所以在很多像 A 段的部分有很多音域比较低的地方，对你来讲在准备上会是比较不足的，然后我觉得你的声音是比较适合可能有一些比较音域高的部分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比较可惜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雅兰。